他你求这个行列是啊，206、21、307、31啊，408、4跟5啊。好，那你看哦，这个是200加6了，300加7、400加8。那200、300、400这个向量跟234这个向量是平行的嘛，对不对？对吧？200、300、400跟234是平行的。所以200、300、400可以消掉，所以变成啊，变成这些6、7、8、2、3、4、1、1、5，对吧？好啊，在这里的话，你看哈，这时候它差4嘛，这跟这差4位，所以把乘以负一加进来，乘以负一加进来，这个就是4、4、4嘛，2、3、4、1、1、5，那4可以抽出来。对不对？是可以抽出来的话，就是啊，这个跟我们讲一二一一三一一四五，然后把它乘以负一哈加进来，乘以负一加进来的一二一嘛，零，一零嘛，一四五，那这个啊四乘以多少？正负正嘛，就这个减这个嘛，所以乘以多少？这个五嘛，减这个多少？一五减一的，对。应该一开始你就超错。超错了。一二五。哦哦，是一二五啊。不过的话，这个也算是一个题目了，乘二。好，正负正嘛，这个减这个就四啊，所以这个变成16。好，这个等于是另外一个题目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是一二五是吧？好，一二五啊。那这个如果是125的时候的话，哈，啊，这个叫做200、300、400跟23是平行的，所以变成6、7、8、2、3、4、1、2。那这个差4嘛，这个都差4，我乘以负一加进来，这是4、4、4、2、3、4、1、2。那4可以抽出来，4可以抽出来是1、2、1。一三二，一四五嘛，对不对？那我把它乘以负一加进来，负一加进来的话，一二一嘛，乘以负一加进来，负一加进来一，负一加进来的话是一嘛，好，啊再来乘以负一加进来零，负一加进来二，负一加进来是三嘛，所以变成三减二嘛，对。三减二多少？一，所以答案是四啊。哎，答案为什么是八？我看啊，这弄错了，负一加进来，这应该是四。负一加进来嘛，啊，负一加进来，这应该是四啊，所以是四啊乘以多少？四乘以多少？四减二嘛，二，所以答案是八。这样子。